12:52，昨天日子超级好，演艺圈呢一天就有五对结婚，这当中艺人木西妍，她是豪门千金，在昨天呢是和交往5年的男友完成了终身大事，而她说呢自己婚后会持续的工作，至于新郎只是直夸这太太真的美得像女神。特别定制百万低胸婚纱，演艺圈豪门千金，号称身价百亿的木西妍嫁了，和相恋5年的男友步入礼堂。这结婚这件事情，就是你不结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，但结了之后就觉得嗯，还真的不错，就是希望大家也赶快幸福这样。新郎比35岁的木西妍年长1岁，是木西妍大学学长，也是邻居。新郎只说自己超幸运娶到这么美的老婆，就是女神呐、哦，及格的回答，你知道吗？必须要这样。对啦，就是很开心呐、啊，就是能娶到像 Crystal 这样的老婆是我的福气。木西妍演艺圈好友都盛装出席，王思佳性感礼服超吸睛，吴文轩也露出事业线，名模林嘉琪、钱帅君、丁春成也都来祝福新人早生贵子。我这个人也是闲不下来的人啦，所以也不太可能，现在又没小孩，所以可能就还是努力，然后如果大家还愿意就是不嫌弃的话，就继续赏我一口饭吃。木西妍因为父亲经营科技公司，家境富裕，百亿千金女嫁给上班族老公。木西妍透露婚后会继续演艺工作，疼爱她的老公可不会干涉。记者林东明、林杰台北采访报道。